我们这个抗旱的计划呢，也会在四月底以前哈，在每天增加13.6万吨的水哈，来让南部可以来这个使用。两个主要的水库，非常有可能就当时就会，现在就会空库了。那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呢，我们其实都非常谨慎在做调度。那我们这个抗旱的计划呢，也会在四月底以前哈，在每天增加13.6万吨的水哈，来让南部可以来这个使用。那当然也是一定要请大家节约用水。